绝对音乐，绝对新盛世，2015 HIDO 流行音乐奖。现场媒体也有一些要提问的记者吗？今天超有诚意的，那个服装啊，接很久了啊，接很久了，你好意思讲啊？是蛮难得的。本来就是对于露的尺度，我有一颗尺的那个上下，这样今天就露的比较多了，就是也不晓得为什么，刚好这个衣服啦，这个衣服那个比较合身，合身之后就有这样的效果。如果拉链是可以拉开的，我可以借你试试看。尺度这么大，要不要先报备？尺度这样很大吗？该遮的都遮起来啦，就是一种。帅气的，对，帅气的小性感，对，这工作要包备什么？哎呦，加长袍，安全措施有做吗？哦，有，因为我就说这个衣服真的很特别，它其实很合很紧，所以会让我有这种的效果，所以其实穿起来还蛮有安全感的，对。那跟 MV 一起唱那个新恋情，因为他们要很甜蜜，还是你要比较苦一点？有讨论？他们要很甜蜜，这可以讲吗？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蛮可爱的小桥段在待会演出的时候，所以希望大家在最后的时候一定要看到最后啦，我们这个 Cindy 一定要锁定到最后，王心凌跟 MP 魔幻力量的精彩演出，希望这个 Cindy 赶快加紧准备一下。好，我们谢谢 Cindy 王心凌，谢谢。